收看大爱移行观，我们看一下大爱同仁画的一个漫画，请大家看一下他写的这个成语故事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宰予奏寝的意思啊。那为什么？因为这是孔子啊，所以这个还写个孔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大白天呢，所以奏寝啊，他是白天在这个地方睡觉打瞌睡啊，这被。这个孔老夫子逮到啊，所以痛骂一顿啊，这个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啊，所以啊这个宰予啊一世英名啊就这样子很难，好像这个平反啊，事实上他也做了蛮多的一个事情，文笔啊也是不错，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打瞌睡啊一定要选老师不在的一个时候啊比较重要，不然的话文采将来再好也很难可以得到平反。那这个宰予啊，是这个孔子啊，这骂了很多骂的比较这个爱之深责之切的这个学生啊。那孔子最喜欢的学生是谁啊？颜回吧。颜回啊，这个非常称赞颜回啊，常常讲很多人的这个德行啊，就是最好的话也是一日而已啊，德恨再好啊，常常这个一下子就看不到了。可是颜回啊，好像还可以三个月，通通都是这样子啊，这个非常遵循着这个好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意思啊。然后说颜回啊，一箪食一瓢饮啊，人不甘其忧啊，然后居陋室啊，回也不改其乐啊，就是说吃的东西很少。物质状况不好，居那个陋室啊，房屋啊，非常非常简陋啊。可是呢，他的一个心啊，是非常非常宽广。结果人是很，别的人是很忧伤的，他却能够啊不改其乐。这是颜回啊，是受到孔子的一个称赞。所以居陋室，有时候我们在想啊，这个啊。房间呢、啊，到底要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再怎么大，你只要心呢、啊，那么样小的话，怎么样大的房间都没有用的。所以上人告诉我们说，屋宽不如心宽呢、啊，恐怕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个我们身上啊，有没有房间呢、啊？有。有没有房间呢、啊？室啊，就是房间的意思啊。大家一听啊，就会想到就是心室啊，心脏，这是心脏。心脏不是只是一团肉而已啊，它里面还分隔间的，有楼上有楼下，有左边的跟右边的套厅处啊，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啊，还有烟囱啊，这个等等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这个是楼上的心房，楼下的心室，右边、左边，然后这个打出去主动脉到各个地方去啊，这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房间啊，这是在心脏里面，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我们身上有房间的这个情形啊？有室。这个好像室友或者是有室房室的那样的一个状况有在哪里啊？肠胃道也是有啊。这个肠胃道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有所谓的这个室呢？就是气室啊，大肠这个地方啊，常常有隔间啊，另外跑出一个小房间出来，这个好像也是陋室啊。但是这个是真的是陋室，为什么？因为很多脏的东西可能会卡在这个地方啊，食物消化完的这些残渣，也就是一些粪便的意思啊，它可能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颈部比较小，里面就比较大，所以东西一旦进去啊，要再跑出来不是那么样的容易啊。所以啊，年纪大，尤其是慢性便秘以后啊，可能产生出这个气室出来，那么如果又卡住的时候，就可能产生气室炎呢、啊，发炎的意思啊，容易造成急性的一个腹痛啊。那有时候、啊、这个鉴别诊断，在老年人的肚子痛的时候，我们都比较要去考量到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所以身上有分这样的一个，突然间有一个隔间或者怎么样出来的，会想到的，这个是比较多啊。这个脑里面也是可能有一些第三脑室啊、第四脑室啊等等，这个跟脑积水液跟脑之间的这个有。还没有别的地方。好，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个个案的、啊、一个案，一个很年轻的30多岁的一个男性病人，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什么？他受伤了，脚骨折了，这个骨折粉碎性的骨折，而且这个骨折的一个力道蛮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骨头啊都变成粉碎性的意思啊，断裂的程度啊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这个在别的地方啊，别的医院呢、啊，先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骨外固定的
这样的一个手术啊，这就是骨头外，它是把这个钢钉钉在骨头上面，然后在外面这个地方啊，再把它做一个连结，所以这个在粉碎性骨折这个地方不通过的意思啊，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哎，理论上骨头它在这个地方慢慢愈合，不就去解决了吗？它会形成新的一个骨头，以后再把这个骨外固定的东西啊给它拿掉，这是治疗上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考量啊，是啊，没错。可是这个问题出现点是什么东西啊？病人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个脚麻，会痛，这个麻肿胀，而且肿胀的程度非常厉害，然后在麻痛的一个情形会产生出来，哎，这个有点点怪怪的，然后动作上啊更加的一个不舒服啊，哎，脚啊怎么摆都是不对的一个状况啊，就送到我们医院来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做一件动作，要摸他脉搏，哎，有没有搞错啊？摸脉搏不就都摸手这个地方啊，手在摸脉搏，哎，你摸手的脉搏，它的问题不是在脚吗？摸手的脉搏干什么？不是，事实上我们要摸的是脚的脉搏，脚的脉搏，脚的这个我们足背这个地方啊，在这个靠近大拇指的这个足背上面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摸到类似我们手这样跳动的这个脉搏，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假如啊这个脚比较肿胀，血流发生一点问题的时候，这个脉搏可能会变弱，甚至于严重到如果脉搏都摸不到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就表示这个血流往底下通过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手，手有这样的一个血管过来，来供应我们手指的血液循环，脚一样啊，脚这个地方也要有这样大条的一个血管，在膝盖以后啊再分支下来，然后供应到我们脚部的血液循环。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脉搏也摸不到了，表示局部那个地方啊，是不是发生什么问题啊？那就会要非常紧急去做处理的事情，因为不处理，这将来脚可能会黑掉。所以它不是骨折直接造成黑掉，而是因为这个所谓的腔室症候群啊，哎，又有个事啊，为什么有个事啊？待会会跟大家提啊。所以这个病人，我们就要赶快非常小心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旁边有一点点这个伤口的这个位置啊，那么把它固定啊，改成这个骨内的一个固定，不是骨外的固定。最重要就是在它旁边这个地方啊，给它切开啊，切开，看起来有点血腥恐怖啊。意思就是说，它本来已经肿胀的很厉害的一个小腿啊，我们在它旁边呢、啊，稍微划开两个这个刀口啊，让这个皮肤啊可以撑开，撑开的结果让里面的一个压力啊给它减少。压力减少的一个，不然它固定在这个空间了、啊，它已经无处可逃的这个情形状况之下，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形的时候，这个血流会发生影响，血液循环就会过不去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非常厉害的这个下肢循环的一个障碍。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一个小腿啊，刚刚提到骨折这个地方啊，大家看到都是这个肌肉，但是这个肌肉不是只是一块的，这个肌肉啊其实分好几个区域的，那么不同的区域它有不同的一个功能啊，但是都是很重要，它还是有它固定的血液循环的一个方式啊。那如果在那个地方发生影响的时候，譬如说骨折，或者是血管受伤，或者是其他的因素，那么造成那里面的压力增加的结果会发生什么问题啊？我们就看到这个是我们的腿啊，小腿这个地方啊，其实它也是分成有前面的这个地方，有侧面的地方，有后面的地方，以及深层的这个地方，有事实上有四个腔室，意思啊类似四个腔室在这个地方。那骨折，譬如说刚刚提到这里的一个粉碎性骨折，就会可以引起这个腔室里面的这个压力啊增加很大，增加很大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这里面有红色所画的就是动脉静脉，等到连动脉都过不去的时候，我们就可想而知啊，这个后续啊，哎，就可能会发生这个肌肉的一个坏死等等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血液循环，我们一定要在全身各地啊都要特别注意，包括在骨折这个地方啊，一定要很小心啊，才能够避免啊发生一些什么问题啊。那怎么去确定到底有没有什么这个腔室症候群？我们可以量一下它的压力啊，就是这里好像比较紧的地方，我们用一个东西啊量一下压力，如果压力大到某个程度，我们要担心这个情形，必要的时候给它做一些这个处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治疗骨折的时候也要注意的事情，包括包石膏都需要注意到这样的事情啊。不过也告诉我，腔室症候群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给别人也要给自己啊留一点空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Thank you.